吃。什么东西？远远的拍的。把那个纸屑放到它那个烤，那转过来的时候放到它撒了再烤。啊，现在就可以了，现在可以了。嗯。稍微扯大一点。嗯。嗯。嗯有关系。嗯嗯嗯嗯，好像吃掉一样哇。嗯，嗯嗯，这个效果很好，可以。你遥控器拿来给它转一下方向，再拖几下。嗯。左右啊，你看到没有？你遥控器放到这个镜头下面来，让它看到是在，看到是嗯。持续按，持续按，对，对，持续按，持续转嘛，对，持续按，持续转嘛，往后退就是往后，对。小心，看着门要站在旁边一下，怕它掉下来。现在在转换工作模式嘛。嗯，差不多，关可以关掉的。
太完美了。很快。嗯。我们直接后退就能出来的。嗯。然后没，直接后退。你在按 charge， 按 charge。对。嗯，自动它会退出来。这个是。这个觉得这可以放远一点，就这样子拍过去。哦，那远一点。拍到那个。那个看。对，就这样子让它走。哦，这个。整体都可以看到怎么样？嗯。嗯，再让它退出来，让它退出来，没有动了。那我停到这边就完。再按 charge， 再充电一次就可以了。对，它这个充电可以很好。对，完了，我们刚才应该没什么事，不说话来一次。有错的。没有按 charge。再按。我说那个跳。OK。